先到自助餐店的便当，菜色多样又吃得饱。只是在物价飙涨的时代，台北市吃一个便当到底要多少钱？那应该是在100块左右吧，120、130吧。平常都买到130到180。只是想吃个便当，怎么会这么贵？但这就是现实。不过有网友在脸书po文，这样一个便当只要100块。一大块清蒸鱼片、3块炸物，还有高丽菜等多种蔬菜，双主菜便当竟然才100元，而且地点是在台北市某捷运站附近。网友看了都惊呆，也太佛，我都吓傻了。那一片鱼就要50了，这是什么佛系便当？实际来到店家更惊讶，这100块竟然还是双主菜中最贵的组合。如果只要单主菜也超便宜，狮子头饭、鳕鱼排饭只要50元，这两款便当再加购1块25元主菜，变身双主菜便当只要75元。收回来4天呢、欸。就是便宜超多了，因为基本上台北好像每个100元吃不了吧，这甚至比高雄还便宜，因为我是高雄人。便宜80到100吧，那这里大概60、70块。这家便当店烧肉饭、青鱼饭、油鸡饭竟然都只要60元，排骨、鸡排、猪排、清蒸鱼便当也只要65元，就连外头卖100元起跳的炸大鸡腿饭也只要80元。活力多小啊，就是赚少，有时候根本是没有赚，员工薪资也涨啊，然后我们这边房租也不便宜啊，但老板就是想说，就是维持这样，大家我们这些员工有工作可以做这样子。这个已经涨大概3年了。通膨时代竟然还有这样的佛心价格，也难怪熟客络绎不绝。记者申请曹文宁台北报道。